如何能够快速找到精准的受众呢？有些学生呢就会问我，老师，我的终极班呢是教什么的？其实终极班一开始呢是给那些已经出过广告的学生，他很快速的可以追回那些曾经呢问过他的产品但是没有买单，看过他的影片但是没有回流， OK， 买过产品的人再回来再买的，所以这样的策略的人呢是做布局的。怎么讲呢？ OK， 就基本上呢我们会可以分成快速引流的三个步骤。第一个步骤就是你先出一个视频的广告， OK， 最便宜的给他走到 0.01 cent 的 view 了哈，然后扎到去差不多5万个 view 啊，或者10万个 view 过后呢，找回看过视频的人再出 promotion 的广告追他啊，这个是第一个方法了。第二个方法呢就是你去经营一个 page， 就经营一个 page 就是你放一些内容啊，就是讲你做次的话你就做很多次的内容在那个 page 那边，然后你再从那个 page 的内容里面拿那个 data 出来，就是我们讲的 custom audience 出来，再追再打另外一个产品的广告，例如打次的广告，这样的话就会更精准。 OK， 想学的话可以来我的终极班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